那我先分享一下，因为我今天坐计程车，那外面是不是很热？那我坐上计程车以后，我心里就在想，是不是天气很热？然后那个先生呢，哇，好老好老，年纪很大，我相信他应该有70岁以上。那我心里想说，这么老的先生怎么可能还可以开计程车？目前的政府怎么一回事？还是因为他看起来长得成熟，我不知道。可是哈，他就讲台语，那他讲台语，我也没有感觉怎么样。后来他就说好热好热，我就跟他互相对应一下。可是没有多久呢，他就喃喃自语，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可是他的话我对不上，因为他讲台语，我并不是听不懂，因为他的内容我对不太上。我本来想说，人与人之间人家讲话是应该要互动一下比较有礼貌。后来我发觉他沿途哈看到车就在抱怨。那一部车的红绿灯已经变绿灯，还来不及的话，他就在骂。然后沿途才短短不到10分钟，我就感觉他一直在抱怨。我忽然觉得说，我整个心情就很紧张。后来我就决定做了一件事情，我就闭上眼睛，我没有再跟他做任何的互动。我就呢，内心里面默念了什么？默念了什么？感恩四季经。默念了，我自己没有问题。可是好不容易等到要下车，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的是，明明这一趟车才蛮顺的，因为这个路段我常常在坐，大概多少钱我很清楚。可是我总觉得说，那奇怪怎么坐了以后，一下子呢，怎么就跳表，一个红绿灯可以一下跳2次。可是我心里想啊，没差嘛，也不过最多100块而已。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坐计程车，我的想法，我以前就说，哦，以前坐计程车才70块，现在怎么要80块？现在怎么样85块？现在怎么样90块？会不会有一些的就说算了，我就等一下公车好了，坐一下八折。可是后来我一个转念很奇怪，我在想说，我就不要坐计程车，我让他就是计程车的人至少有一点收入，因为听说目前计程车的收入并不是很好，所以我没事我就来计程车，我就最多100块嘛，因为我的车程很短。可是他果真超出了我2、3跳，那然后我下了车呢，我本来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下了车一定会给司机一本千年之烟，这是我坐车不管坐巴士或坐电车，我一定会送一本千年之烟，而且通常他们给的回应都很好。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没有想到会给这位先生。然后我下了车跟他谢谢，然后钱给他以后，我连那个收据我都没有拿，我就走了。可是当我出门那一刹那，刚好有一个小姐非常时髦，穿得很凉快的一个小姐，还戴了一个墨镜，很时髦的小姐。我一下车，她要坐车，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动作。当我一站起来，然后她要蹲，我就说这部车不要坐了，然后我就走了。我就轻轻在她耳朵讲，我就这样在聊说这部车不要坐了，我就往前走了。然后往前走，我回头一看，那个小姐果真走开。其实我不晓得我做对或做错，我没有特别的想法。我心里想一想说，我们活了这么久了，我们周遭有没有很多的朋友常常跟人家讲说，我们最好不要理他。他说什么，我们最好不要去，你少跟他接触。当我你知道吗？我当下我会反求诸己哦。我们这一路走来，有没有背后很多的朋友告诉我们，他的话你不要相信。他对你讲什么你不要听，他只要办什么活动，我们尽量不要参加。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主角，我不知道。可是那个短短的10分钟，这位老先生让我感觉，怎么会这样吗？所以呢，应验了一句话，年龄层的大小跟智慧的提升有没有一定？不一定啊，真的是不一定。所以我们如果是一路走来，这不管是每一个礼拜，是我们至少会见一次面。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如果你很细微的，你去观察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你会有很多的感悟，真的会有很多的突破。那等一下呢，我还有这一路走来哦，才短短的一路走来，我来到今年了，我路过了很多的事情，我就有很多的心境，等下很多的点点滴滴的小故事，还有我自己的感悟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哈？那各位大家也不要吝啬。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只不是把书念完，然后听主持人在分享，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的时间。
因为你的一个感悟，你的一个分享，所以周遭所有的朋友，还有今天来的这些朋友，还有直播现场的很多的朋友，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不管你是等一下读书，或是不管你的分享，都对大家有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哈、哦，好不好嘞？好，大家要给我回应一下嘞，啊，不然我独角戏是唱不下去的，好不好？那我一来，我只要看到秀信姐，我就会很开心，很开心。真的，她是我们这边最认真、年龄层最轻的，她是一个年轻人。我刚才没有开始，我就有跟很多朋友分享说，目前有一个最新的年龄划分表，对不对？零岁到十七岁叫做未成年，十八到六十五岁叫做年轻人，六十六岁到七十九岁叫做什么？中年人，记住哦。然后八十岁到九十九岁叫做老年人，然后一百岁以上叫做高寿的老年人，老人长寿的老人。各位，我们现在是不是都是年轻人？是，因为至少没有十八岁以下。露露，你是十八岁以下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各位，我们现在的身份都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年轻人？是，因为在座应该没有人是什么老年人嘛，或是长寿老人，都不是嘛，对不对？那秀信姐她刚我一进来就跟我讲说，我告诉你我还有续集哦。可你知道她每一次每一次的见证哈、哦、都好丰富，然后都在生活的点滴里面去体悟出来，是见证出来的哈、哦。那我们第一个分享当然是一定要把这个棒子交给我们的秀信姐，因为我的麦克风第一个就掉在桌上了哈、哦。我们用热烈掌声，谢谢她。敬爱的导师，还有敬爱的超马家人，淑丽妹妹，叫你淑丽姐姐好了。我今年才四岁，很感恩给我这个机会。我说我见到淑丽姐姐超开心，我跟她讲说我今天有连续剧哦，继续演下去。啊，那天不是读书会分享完以后，那民族妹妹就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叫我要礼拜四要分享。结果礼拜四那天上赶了三摊，分享会以后又因为那个还有两天一夜的那个三峡哈，那个我们要事先大家小组互相认识，互相那个交流一下。所以又赶过去，然后我未来的房东就约我那一天。啊，这个未来的房东也是因为在老师不是要我们那个苗苗感恩吗？啊，我先感恩我自己的家，然后也顺便感恩未来的房东，从来没有见过面，所以以后你们要租房子也可以试试看用这样子，很好用。就是我先感恩我未来的房东，不晓得他是长得什么样，所以先感恩。那我心里对，那然后礼拜四那天晚上十点多才见到我的那位第一次见面的房东，然后他是一个奇人，我这一生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奇人。他告诉我他一天一个月才花五千块，你们相信吗？他买了好几栋房子，然后女儿跟太太是在美国，他未来的房子是要留给女儿的，然后他现在在照顾妈妈，也住在我们中和附近。那建设公司的经理跟他建议说，因为他给我们那个住户搬家的房租费是一万六嘛，他就建议他说租给我一万六，他说为什么我要租他一万六，偏偏不要我就租给我哈、哦，租给他一万五，还包括在那个管理费在内，三十平呢是十六楼，那这个我在感恩未来房东的时候，我有想象说。我要找一个是不要那个有管理费的房子，可以把这笔钱省下来。
然后很神奇，因为他是有收管理费，可是不是另外收，而是发房贷，在那个房租里面，然后还比我们预定的那个还低，所以一切一切让我惊喜连连。对，所以非常感恩这个天地宇宙替我选的房子。啊，那天要去看房子的时候，有人跟我建议说，不要晚上看呐、啊，晚上看不准、啊。我说没有问题，老天爷为我找的房子一定是超喜，让我另也是惊喜连连。因为之前那个摩托车的例子，也是老天爷为我选的摩托车。那辆摩托车刚好订好以后，第二天去看，哇，真是，叫做一见钟情。因为找了两年都找不到那样子的适合我拉得动又踩得上去的那个高度。然后呢，超漂亮，真的超漂亮，所以我把它取个名字叫做宝马。啊，那就是很多事情让我觉得说，在本来一开始进入仓马，我还是有点害怕。那段我有分析过，因为老师要我们读蔡礼旭老师的《弟子规》，然后看了半天，吓死了，好多我都做不到。啊，老师那时候又很严格，你们不实修实练，太可以滚出去。我才插进来就要叫我滚出去，所以要乖一点。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一面战战兢兢，一面实修实练的过程中，让我收获最多，也非常感恩，让我接这个超马的好朋友，啊，还有感恩那个林慧姐，还有我三姐哈、哦，让我这个是迟来的福报。其实是半年前，如果我早点接的话，也许连续剧演出来的人生如戏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啊，说不定那时候接得太顺，我就不会不用功，就会偷懒了。因为慢了半年，所以说，我更要珍惜所有这每一个机会。那昨天礼拜新店有一个新的分享会嘛。那是也是一位退伍军人，他来接触我们超马一两个月就发大愿，要在他经营的那个餐厅里面办读书会啊。因为那个叫做子龙他有看听别人讲说我发愿要讲100场的分享会，所以他就叫我要去那边。那位先生也是不可思议，他因为他朋友在他的店面前摆摊位，然后跟另外一个人吵架，他当和事佬，结果变成被告。啊，种种的因缘下，然后接触到超马，然后他就发大心力大愿，他一大票的那个军中的朋友都退伍了，昨天来参加的，哇，真是那种男生，平常你看我们在这里在座的都女中比较多，他那边一半一半，所以说他发愿，可能他的二楼可能下个月就可以超过40位可以参加，昨天就有15位参加了，第一次主办，那蛮不错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哦，就好像雨后春水。读书会很多，那位若琳，她也是因为看到我有一篇文章是写在南山路的那个故事，啊，她就因为要找房子，后来看到我南山路，她说好，那就搬到隔壁跟我当邻居，啊，果真她就是买到那个南山路，在我家附近那里，啊，她要办读书会，我也要的，所以以后。热闹滚滚的，来感恩大家好好珍惜。感恩这是天地宇宙所赐的一切，感恩老师，感恩Frenchy 至尊，感恩太阳公公，感恩所有的一切，感恩在座的每一位。
大家加油。谢谢，感恩我们的秀秀姐。所以我们常常都说我一天没有办法感恩十件事，可是你听秀秀姐的分享，她刚刚起步到她 ending 有没有超过十个感恩？有吗？这个就是秒秒感恩吗？很多人就说怎么可能秒秒感恩，她开口闭口都在感恩，有没有？她 ending 的时候还是感恩了很多的什么老师，还有感恩很多的朋友，这个就是秒秒感恩。所以不见得我们嘴巴要出来，可是我们内心里面，我们随时随地看到很多的人事物，你有没有感恩？感恩还好，就说你我刚为什么讲我从地下街一路走来，我觉得为什么很感恩？你看地下街目前呢，我从做捷运开始，我觉得不可思议，是我退休以后，我常常有个假象，哇，退休以后我不管坐公车啊坐捷运我都可以躺着坐，因为没人嘛。可是我自从退休了，我永远没有享受到这种空间，我每次坐的都是不爱坐。那为什么呢？我现在想说，如果有人来跟我讲说，小姐，这个位置你不能坐，第一个我会很开心，表示他看我是不是看起来蛮年轻的，第二个我会立即拿个身份证给他看，说我已经超过60，我是可以坐的，这种心情有没有很好？可是没有想到我现在所做的捷运都是满满满，甚至连不爱坐都没得坐。那我刚刚一路走来也是这样，我心里想说，难道这个时候跟暑假有关系呢？非暑假期间我也看到都是满满的人。后来经过地下街呢，因为地下街是很凉爽，各位你在外面刚刚很多人说是37度啊36度啊，可是你进入了地下街有没有那个心情就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慢慢走那5分钟，我有特别算过，从捷运出来走到我们天野这个地方超过5-6分钟，可是5分钟因为我的时间还够，我就慢慢慢慢走。为什么会慢慢走？我们要慢慢观察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哎，我觉得很不错的一点是，在逛街的人他们的表情都很不错，都还蛮开心的。那我现在想说，如果他们这种面孔，他们这种心情，所有全台湾、全宇宙、全地球都是这样，那不是就是我们的大同世界？那我要走啊走啊，平常有时候匆匆忙忙在赶时间，那有时候我也不见得会走地下街，有时候我又搭巴士，然后我又看到一摊，是不是有在巷蜜？那巷蜜是不是它上面我特别看的是100块？那然后他就排了一个四方形的桌子，是每一个桌子都有坐一个人，表示那些人都是可以帮人家巷蜜的。那我现在想说，哎，果真呢，还有一两个人在让他们对话。我那时候马上想过，就是说我已经走过了，我已经真的走过去了，走过有一小段，我还想说，我怎么没有把那千年之烟就给那个巷蜜师？如果给他的话，我相信哦，他以后说不定也不用巷了，然后他的人生从此也什么不一样了，然后说不定他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刚就内心里面默默的承诺自己，我等一下回程我就要千年之烟，他们如果还在的话，不管有几个巷蜜师，我桌上我一定每一本都要给他们，是不是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给人？所以发书不一定就说啊，我们礼拜几到礼拜几几点在哪边集合，其实随时随地都是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行宴的时候，好不好？这是我刚刚一路走来我很大的感悟哈。秀琴，来轮到你了哈。 OK， 好，好，谢谢。你们都逃不过了，每个人都不要分享哈。亲爱的导师还有超马家人，大家下午好。好，谢谢淑丽直接点我的名字哈，给我这个机会。我首先要讲，我叫秀琴哈，我首先要讲一下，就是这次我很幸运的，我觉得后来我还是有去参加22号在彰化的这个丰盛的飨宴哦。本来我是没有准备要参加的，可是有一天晚上大概10点半有了，那我的孙子因为刚好暑假他回来我们家住一个月，那我就带着孙子刚好要回家，那就在那个捷运站上，出口就遇见了蠢蠢，10点半他还在送书，我就跟他聊了一下，后来蠢蠢就问我说，那你不去吗？我说因为孙子在这边，我大概时间没有办法。他给我一个 idea， 他说可以把孙子一起带来啊。后来就给我一个念头，就回去。本来我们都是以为说家里好像没有我来做这个，好像天就会塌下来，就不肯放手。
后来我就回去，我就做了一个安排。然后其实我发现那天孙子跟阿公还有跟他的表哥也是过了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假期耶，然后我也去享受了我真正的让我内心就感到喜悦丰盛的一天哈。那我想那天有趣的人在这个当中一定那个收获，每个人听到那个点一定不一样。我记得导师在这中间他讲了一句，就说其实是一首歌叫《因为有太阳》，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哈。老师说，你们呢一早起来，你们就把这首《因为有太阳》，你们跟着他唱三遍，那你们自己去感受，有唱跟没有唱，那天的感觉又是怎么样？又是回到老师要我们的所谓的实做、实练、实修。你没有去体验它，你根本不知道这首歌，这首歌带给你的能量是怎样。那我就开始做，我在想这三天就这样刚好三天下来，我发现陈竹老师所说的你会惊喜连连。那至于怎么样的惊喜连连，因为每个人的都不一样，或许如果我说的那是非常微小的，可是对我来讲真的是天大的喜悦。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说，你们就自己去试吧。那我记得那天民族上礼拜是有约我做分享，那其实我就想到说，在今年我十二月认识超马，那一月份的时候导师有做了三场网络共修的演讲叫女人花。我听了老师的这样的演讲之后，我才发现我真的是很不合格的一个就一个女人，不要讲说花啦，真的你要谈说你自己是那一朵花，根本沾都沾不上边。那如果我要说就等于大概你绕嘴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想再多叙述，我只能说因为自己不是那个称职的女人花， 你的心里就是一堆的怨，一堆的抱怨，或者是你就是跟家人赌气，就是闷嘛。那个蔡宇旭老师说的，他就讲说，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冷战，他的就是说冷漠，冷漠的能量是比那个你生气啊、愤恨哦，那个杀伤力还要强。哎，慢慢的，我从导师的这一番话，包括蔡宇旭老师的上面讲的，我开始去修正。我现在来讲一下，就是说五年前哈，为什么说我的表情包括我的内心是这么的不开心哦。那时候五年前大约，我孙子他在公园里面溜那个滑板，就是蛇板啊。那我很开心，就拿着手机在帮孙子录影。可是那时候孙子大概六七岁，他就给我一句话，远远他问我说，他跟我讲说，阿嬷你怎么在生气？可是我的心，我当时我是开心的，因为我很高兴在做这件事。可是在一个孩子孙子的眼里，看到阿嬷的脸是生气的。我那时候还根本也不自觉，五年前一直到今年的五月，我有一天我就送了我们的千年之约跟疗愈权利给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两三天之后才告诉我说，他说我那天我为什么会愿意收下你的这两本书，我跟他大概一年没见，他告诉我说，因为我看到你脸上的表情是不一样的。其实不是只有碧青现在本来在加拿大，不是他一年前就看到我的脸是紧绷的、生气的。五年前孙子已经说过了，我一点觉察都没有，一直到我听了女人花那三堂课，本来那三堂课我都还认为说谁谁谁该来听，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婚姻都不幸福，有的分手了，有正在吵。可是听了之后我才可能到说，天哪，这个最该听的人就是我。所以我就开始去修正，然后从弟子规里面去看出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跟着大家唱感恩诗句偈去分享，然后也参加很多的活动。反正就是这样子，几个月下来，毕竟才告诉我说，你的脸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所以他愿意收下这两本书。也就是因为这样，让毕青呢，虽然人在加拿大，可是他真的跟我们一样在落实在做，
我们现在都在做的事情。哎，总之我觉得能够去反省自己，还有跟着超马的活动一起去做就对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还是老师的一句话，我自己做实验吧。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棒哦，真的只有自己改变是最好的示范，对不对？我们与其要把这一本书，尤其是我们最想要帮助的，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亲人家人，哦，最爱的人。可是有没有常常最爱的人反弹最大？那为什么他们会反弹？因为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改变。其实呢，刚刚的秀婷在讲，我就反求我的自己身上。事实上，我以前也是跟他一样，就是属于我们不讲话，看起来就是很不可亲，就一副好像都不能接近的感觉。其实我曾经在一堆朋友群里面，那我总觉得说不会啊，我又没怎样，我也没有在生气啊。就好像我们今天黄文还在现场，他十几年前曾经看过我，然后最近呢，是不是因为透过超马，我们最近又碰到了，然后他前几次下了课以后就说，水姐你真的改变很大，你以前我看你好凶哦，我们都不敢接近你哦，啊可是你现在变得好柔和，好温和，其实我也不晓得以前做了那么多的负能量，然后害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各位。这不止一次，还有我目前很多的朋友，尤其我这五年来接触超马，其实我都不需要去跟别人讲，只要我跟我朋友见面，很多人都会跟我讲说，你不要跟我讲那个是什么东西，你拿来就好了，我一定相信，因为从你的什么沟通表达，从我的面向，从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自己的见证有没有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的朋友以及家那个有家人的人，他们每次就是。最挫败的就是说，哎，我儿子怎么没有来？我女儿怎么没有啊？这一场老师就应该讲他嘛。老师在讲这个，蔡女士讲这一段，他怎么没听到？好像为了叫他儿子说，你赶快出来听这一段。我们都常常会想到别人，都没有想到最该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对。那所以呢，我就跟这群朋友讲说，你根本不用在乎你老公，你也不用管你的小孩，你只要你走出来，就是天大的什么恩惠。因为一个家庭如果一个人愿意走出来，当你整个进转的话，那个能量场把你整个家都少，都少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都少。然后你看你的儿子对你的态度，你女儿对你的态度，你家人对你的态度，自然而然都会不一样。所以自己的改变有没有很重要？我们永远人家说人定胜天，没这回事，人永远胜不了天，我们应该臣服于天。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缩小变小，达到老师所谓的无我的境界，我相信喜乐福音不是一把抓，是千把抓，每个人抓得到，对不对？每个人都抓得到，对不对？那接下来还有谁可以分享啊？好 ，OK， 我们的师父，老师好，还有各位超马家人，大家好，好好。这一次呢，我去。那个彰化参加这个老师的这个讲座，收获很大。我看到大家团结的精神，而且要感恩老师，还有感恩殷琦他们的发心，还有那些那个美声合唱团还有各部门的家人他们都付出很大，付出很多。都一直在维持护持这一个华会每一个人做的事情那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那大家集合起来呢就成了一个圆满境老师呢最近有做两首歌，就是珍惜跟珍惜爱真的太感动了，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尤其是感恩那个珍惜爱导师那一种丰富的感情和满满的爱满满的能量，真的很感动人啊！我听到那个珍惜爱，我听到都哭了，真的，真的导师的那个爱跟能量真的很大能够感动任何一个人，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呢，我最近有进步了一点。因为当时以前导师说
说，哎，叫我去我们三芝那边菜市场啊，花书了。然后我看看一看，我们那个乡下哈，三芝那个乡下在卖菜的那菜市场，不是老欧巴桑就是老欧丽桑了哈。啊，有的人我拿书给他，他说他老花眼，他也看不懂了哈。啊，有的人什么做生意很忙啊，我连跟他讲话的时间都没有了。哇，后来我觉得说，只有花几户而已哈，啊，我觉得说啊有点困难。好像最近这几天呢，我一直参加读书会，巴黎也去了，什么礼拜二、礼拜四都来，啊，好像能量有增加了啊。我就有一个念头，就好像说对象好像多了哦。哦，我现在想到说啊，这个农会啦、银行啊、邮局啦，哦，啊，那些我都常常去，啊，都认识啊。啊，他们哦，他们上班的工作人员哦，就是比较有那个空闲的时间哦，可以看书啊。啊，我觉得说啊，他们都应该哦，我去花那这一些哦，应该他们都能够接受。啊，是像那个农会啊，啊，有的我他那边也有一些哦，给人家摆书的地方。啊，像那个我们那个菜市场那个妈祖边啊，那边也是有摆书的地方，我都可以拿去。哎，还有一些平常我去的邮局啦，啊，什么很多我常常去的地方，啊，我都可以送哈，啊。而且哈，啊，我现在有一个 idea， 就是说哈，啊，我们呢我去跟分享哈，啊，我们那个大楼的那个管理员哦，啊，然后他们有一个开会的地方，那个大楼每次都会开会嘛，啊，他们有一间还是两间的大楼空出来，都是给客户开会的。我想说哈，要去跟管理员分享，然后借他的，因为我的精致才15-16平而已，没有办法做分享做那个读书会。我想说要去借跟那个管理员借那个大楼的那个开会的地方做那个读书会，我是有这种想法。但是我那个洛华哈，那个泸州读书会那个洛华说那个。他要帮忙我，他说要改天要去我三芝那边哦，那个一起来帮忙我，就是说，给那个大楼啊借那个场地啊做读书会啊，还是有那个我们那边哦，他也可以帮忙我们画书这样子。我听得都很高兴，说哎，说不定这个机缘呢，啊，很快就会达到了，还是怎么样哦？我想会有姻缘。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有善业呢，天必从之，对不对？那我觉得我听到我们师父的分享，我很感动，因为你看人家是出家人，然后还老是说就要在菜市场去发书，他也愿意去。那然后他发给灵机一动，菜市场发书发不成，因为真的有很多人，我们给他书，他说我又不识字，那我眼力很不好，有没有人这样讲？有。然后他立即转到哪边？转到银行啊，转到机构里面。其实真的，你真的在店面里面很好发。那然后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最好发的地方在哪里？在医院。医院几乎是不会拒绝的，尤其是医院哈，医院在看护家属的那些人，我觉得更好发的是在交护病房的外面。交护病房通常是有20-30个人、30-40个人是在等候，然后你只要跟他讲。我觉得他们会很感动，绝对没有任何人会拒绝，就说因为他们刚好有需要。所以我们在发书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在引导很多的朋友进超码，事实上当他当下有需求的话，最容易接受得到。如果他是真的，他认为他现在幸福美满，其实很难讲，他不是因为工作有问题，就是健康有问题，就是家庭有问题，或者真的要立即展开双手去接受的话，是比较难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事实上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发书，因为他发书的能量出来了。所以还有他参加很多的读书会，有没有听到？哎，人家住很远哎，听说住在半山腰哦，就是三芝不是半山腰。所以哥，我们有没有住的比他远的地方？我们通常是一路车就可以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不要跟他多学习啊？啊，那刚刚我有耳闻哦，接到一个电报。听说这边有一个小女生呢，哦，她因为错过超码，因为她现在是学生，她好像考研究所，
他说考了很不一样。然后我看到在好几个地方都会参加读书会，他是淡江大学的学生，是不是？他几年级？好，露露，你看，哦，刚哦大四的，哦，刚毕业啊，我也搞不太清楚。你分享一下，哎，为什么你到处在参加读书会，年纪这么小哈？为什么哈？要讲大声一点哦，哈，好，谢谢。嗯，到处参加读书会是因为可以感染家里有正能量，然后也可以改善我哥的脾气，因为他原本脾气就比较暴躁那种，再加上可以让他在找工作的时候比较顺利，真的。而且最近我也发生了一件好事情，就是原本是要考辅大的研究所，然后被到考北科大的研究所，从私立变到国立的，差很多，真的。原本是考辅大的生命科学研究所，然后变到考到北科大的生化所，而且辅大是正取的，然后北科大是被取时，而且被取还可以上，是很难得，真的。嗯，真的，而且透过汤马这本书，还有宇宙的帮助，让我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上，真的帮助我很大。嗯，还要继续讲吗？没有了。其实我阿姐她有没有很善良？她说她来参加读书会，可能一年级会因为她的同学，是同学吗？学妹。哦，她是学妹哦。你看哦，台湾有没有很有希望的？有。真的幼苗都跑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座的年轻人们，我们不要输给幼苗，好不好哈？你看他的起心动念是因为想要改善家里的能量，是。然后用他哥哥的脾气啊，又在家没有工作啊，他是希望哦把这种能量带到家庭里面，让他哥哥听说也找到工作了，哎。那然后你看他念研究所，你看不容易考上，他以为在私立又跑到公立去了，因为他是不是很害羞？那然后也不善于表达。然后他的意思大概就这样，对不对？没错。有没有很神奇？有。其实他接触没有多久，哎，我看，因为我们这个帅哥来，他就来，是他带他来的，对不对？对呀。所以你看，他如果从校园这样去传递的话，速度有没有很快？所以你们两个的使命就是校园，知道吗？研究所再继续下去，至少还有两年的时间，可以把这个我们超马的理念，这种正能量发扬出去，好不好？我们再给一个名额来，哦，太好了，来麦克风，谢谢谢谢谢谢。太阳圣德老师好，淑丽老师好，我是彩萍，哎呦，我要分享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每天都会看一些超马的书，那天。我在赶公车，我就听到淑丽老师有说她有好多现实生活的一些事情。那我那天上个礼拜有一天中午刚好要去一个志工的值班，那因为一点点小事跟那个警卫讲了几句话，所以到车站就大概晚了大概30秒钟。那班车就应该是跑掉了，结果没想到我还没有过马路。那班车的司机看到我竟然停下来停在旁边等我跑过去，我就一路在感谢太阳，就这四句偈我就一路在讲，因为我撑着伞，我们刚好下坡，我还没有走到车站，其实还蛮有一段路，起码要30秒钟，可是那个司机就平常车子早就开走了，我就好感恩，我说怎么这么幸运啊，这么感恩。那我今天中午去办一件事，是帮我国外的小姑去健保局把那个健保提掉，本来也应该办不成的，可是我一进去我就一直在感恩四句偈，结果来接待我的志工也好亲切，然后我的号码还没有到，他就帮我先问别人，就等于是帮我超时间的去办。然后那个小姐，因为我的小姑不是给我那个影印本的资料或者书面，她是把那个照片传到我的email 里面，我们家根本没有那个列印的东西，那我只好给那位小姐看，我说我只有那个 email 信箱的资料，她说没关系，
他就噼噼啪啪把我转到他自己的信箱，然后把它列印出来。我说我要交货了，他说我们收费没关系，这是小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一路走来都好幸运。那第三件事情是，我的这个手指头一直有那个卡卡的感觉。那那天晚上我在做心法，然后我又读了第一篇那个超马的第一章，然后第六章，就是深深的忏悔。忽然我想到，哇，那几百年前的一件小事情，我因为我的错误让我的同事损失了600块，我就在那边做这个很深很深的忏悔，因为已经起码有20-30年以上，我以前在上班。那因为我的失误嘛，就让他损失了600块，那我也不要怎么办？所以我就忽然想到这件事，我真的很深的忏悔，一直跟那件事情忏悔。就当下我的手就好了，就本来卡的这个是要把它搬起来的，结果就好了。那我跟秀琴，我刚听了秀琴讲女人花，我跟秀琴认识20几年，我们也一直在追寻心灵的成长。所以我一路看着秀琴真的是越来越美丽。谢谢。我就分享这三点好吧，谢谢。喂喂，才600块啊？是600万还是600块？600块钱。啊，600块，我600块。我的手指都不能动。哦，真的哦。痛之后。所以难怪哈、哦，深层的忏悔，去找到忏悔的主题，你真的所有的情况就会变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在做步骤一二三做忏悔心法的人，真的不要流于形式，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章节，秘密中的秘密，秘密中的秘密。《秘密》这本书大家是不是都听过？我相信每个人家中都应该都有一本，可是当时是很流行。那《秘密》这本书呢，是叫我们要想好的，就是一个吸引力法则嘛。可是问题是我明明想好啊，为什么好的都是没有办法实现出来？那是不是有很多人透过《秘密》这本书，因为不管影片啊，或是不管有那个 CD 片啊，我们都看了很多一大堆人一直改变，尤其是美国的很多的影片都在说，这个人因为透过《秘密》这本书，他人生怎么翻盘，他怎么买到这么几千万上百万的房子，就很多不管是心灵上面哦，或是物质上面的，他们都大翻转。可是现实生活里面很多人拿到这一本书，是不是感觉说很棒，而且那本书的翻译也很浅显。我拿到这本书，我不想分享给多少人了，因为我看了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让人家的心想事成吧。可是一路走来真的翻盘的人好像也没有听过有哪些。那当我看到老师这本书的《秘密中的秘密》，为什么《秘密》这本书这么多人导读了，这么多人透过吸引力的定义了，还没有达到他要的？因为呢，原因就在秘密中的秘密。那这个秘密哦，是透过第六章他帮他揭晓。那要谈这本书以前，我自己先谈一谈我自己小的时候。其实呢，我看到这个我就很有感觉，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很害怕我的想法，我很害怕我的思想，因为我不想我只要很专注想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会雷同的发生。可是各位，我们从小到大在那个一般的传统的家庭长大，你认为我们会有很好的想法吗？父母亲永远就说负面的教育，你不要这样，你不可以怎样，你不可以那样，你怎样怎样。甚至有人到家里就说，哇，你这个儿子好帅啊，哪有哪有，他不像样，这个女人好美啊，他不是什么东西，有没有？父母亲为了谦卑，都是故意把那个就用负面的话，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负面的话，这么不得体的话是表示谦卑。所以从小的心理里面，小孩子有没有受影响的？有。哎呀，我们这个台湾话说，我这不正经啦，哎呦，这个丑八怪啊。我小的时候呢，我没有记忆有没有人批评过我什么，可是我小的时候我就很害怕，为什么我的想法一想到那里，那个事件就产生。我真的非常的害怕我的想法，所以每次哦，当我静下心来的话，我就让自己赶快没有事做，把头摇一摇。我不希望有思考。所以直到我在大学还是什么时候，我看到一本书，我整个心才整个释怀。甚至连我妈妈37岁发生意外走了，我都认为是我想出来的，因为我妈给我想过那个画面，
我想过我妈妈往生的画面，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恐惧，我想说啊，我怎么会想这个，又把它甩掉。可是当我妈妈真的发生意外以后，事实上我内在更恐慌，而且更自责。那个应该是大学的时候，我现在有一点忘记。那个心想事的是一个小册子，这本书到底这个时候去哪里拿我都不知道。当我把那整本书看完以后，我有一点释怀。我在想说，原来我们的思想很恐怖，原来我没有想到思想这么恐怖，你想好想坏都成。可是因为我们在传统的家庭背景长大，我们永远不晓得什么叫想好，我们都是想恐惧跟害怕。可是透过超马这本书，我没有感觉恐惧害怕是种超级负能量。我没想到我从小都被超级负能量一直跟着我，所以从小的过程里面，也许我物质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匮乏，可是我心灵方面是很惶恐不安，而且也不晓得为什么。直到看到那个心想事成这个册子，后来呢，我更恐惧的一点是，我为什么要身为人？人要到底要去哪里？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常常睡不着觉。我一直在探讨人到底努力的结果到底要去哪里，到底要去哪里？直到有一天，透过我学姐的关系，我拿到圣经。这个过程不能再讲下去，不然你们一个小时都会全部被我占用掉。当我拿到圣经的第一页，哦，第一页的前几句话，我就知道哦，原来人要去哪里。好奇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要相信这一本书叫做圣经，这一本圣经里面的两三句话，人要去哪里，那我就愿意相信了。我那个时候心忽然定下来，当我定下来那一刹那，哎，我就觉得我很多的什么睡不着啊，很惶恐啊，就慢慢的不见了。直到我又看到一本书叫做前世今生，我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有吗？我就超爱这本书，虽然我是个基督徒，当时是个基督徒，竟然超爱这本书，而且一直分享。分享完了第二本书就是秘密，我秘密也一直分享，因为我觉得翻译的小说会像他写的这么的简单，也不太容易，而且我觉得很好啊，都很好。你看，你只要想好了就怎样怎样，就一直分享。可是在这当中也有很多人跟我讲说，我还是看不懂啊，我会有点愣住啊，这么白话的书你怎么会看不懂？后来直到在五六年前，我接触超级生命密码，我打开以后我也是欲罢不能，我觉得很棒，我一直在分享。还是有人跟我讲说，它里面到底在写什么，我很认真看了，我还是都看不懂。每一个字独立来看都懂啊，连接起来我还是看不懂。所以各位，大家有没有很幸福？各位不仅看懂了，你今天还会坐在这个地方。不管我们的发心程度到哪里，至少你来了。那今天秘密中的秘密，为什么秘密的吸引力法则在很多人的身上没有办法实现？是因为缺少了什么？我们把这个章节看完，我们就知道秘密中的秘密是什么，好不好？那刚刚呢，我们那个修仙姐很棒的给我一个小小的建议哈，她说希望在座来的人都有机会可以一小段一小段都有不同的人来念，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麦克风用轮流的方式来，我们那个是蓝玉姐在这个地方，第一段由蓝玉姐，她很认真在抄笔记，她真的让我好感动，很认真在抄笔记。我们第六章，我们先把第六章翻到，是不是第六章没错嘛？秘密中的秘密，不管你是哪个版本，我们翻到第六章秘密中的秘密。我们每个人念一小段，来，从我们顺时钟的方式，那个，蓝玉姐先念第一小段，然后再这样子，再这样哈，好 ，OK， 好，好，我们现在开始好不好？哈，谢谢。几年前，秘密这本书发行问世的时候。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那时我想，有这样一个真理剖析出来，让人家知道，如果在完美的状态下努力去做，定会有奇迹发生。但在宇宙时空里，很多道理定律是同时存在的，那时我只能祈祷大家可以专注在吸引力定律上，而且能够因为自己的专注而战胜了其他定律影响的比例，让更多的人能够完成他们的梦想，至少让我们的世界、宇宙
因为人类的振动频率可以从之前偏向负面的心法慢慢矫正成正面。在《秘密》这本书轰动了世界一阵子之后，前来询问我的一些客户中，对《秘密》这本书发表了许多言论，而且他们的也真正的照着书中的讲法去做，一心希望能在实践当中得到这个定律后面所谓的甜果。但是在这些来咨询的人当中，我可以看到他们很多人都有着相同的问题。继续好，大都是在花时间、花精神时间之后，并没有看到如书中所说，在努力后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人在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都会加倍的打出问号，不断提出像这是真的理论呢，还是只是书中写写而已的问题。当他们来问我的时候，多数人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不但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光明面，而且心愿等各方面都没有成就，斗志和决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好，谢谢。那下一位哦，哈，微微。其实我之前在某些聚会中就已经透露过，吸引力定律在宇宙间是真实无误的，绝对没有任何的错误。所以《秘密》这本书所讲的道理都是真实的，不是人为编造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厘清。但是在宇宙时空里，吸引力定律只是其中的一条定律，和吸引力定律并存的定律却是不胜枚举。正如我前面所说，今天你要运用吸引力定律所产生的磁场，让它远远大于其他定律所产生的磁场，那么你从《秘密》这本书当中就会是一位受益者。但如果你不知道其中巧妙，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并没有下定决心，所以产生的磁场不够强大，那么很快地你就会失去信心，而且产生许多疑问。这个道理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就有那么多的读者笃信其中，却又没有真正地配合好，让自己调动不出本来在运用吸引力定律后可看到的好结果，这是相当可惜的。这就类似在坐飞机时，要准备起飞的那一刹那，飞机的仰角究竟是比较陡呢，还是比较平？如果比较陡，飞机就会很快地冲向云霄；如果比较平，没有在一定的距离内拉到某个高度，那次的起飞就可以说是失败的。好，我们下一位，接下来吸引力定律，吸引力定律在宇宙当中，对于一群刚踏入这个领域的陌生人来说，除了自己要绝对的信心之外，还要弄懂其中诀窍的决心与勇往直前的斗志，不断鼓励自己从吸引力定律当中产生一股正能量，去冲破原先在你生命磁场里所产生的负能量。只要你冲得过去，就是另外一片天地；如果你冲不过去，你的生命就会卡在当中。就像我遇到这些客人，他们在一连串的努力后，反过来没有看到结果，有些人相当气愤，有些人则牢骚满腹。但这样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带来更多的麻烦。好，我们接下来下一位啊，好吧，下一位主持人。所以我们在练习某一个学说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要知道里面的真实意义，而且也要懂得抓紧机会。所以你随便问问身边的亲朋好友，有谁没看过《秘密》这本书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这本书。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大家都照着书上所讲的去练习，那我相信现在每个人都应该是非常得意地达到了自己的愿望。但是我保证，当我们一群人来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侃侃而谈自己的经验，但到最后一定是没有休止符的结果，然后在过程中就放弃了。好，我们下一位。其实逆逆及相关在描述吸引力定律的书籍非常的多，你可知有多少人为了要拿捏其中的诀窍而让自身觉得非常的痛苦，但他又觉得这套好的定律如果不照着去做就会失去一个很大的机会，所以他就这样一直做下去，越做越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达到在《秘密》这本书当中所教的让你轻松就位去做你该做的功课。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实事求是地来剖析里面的问题。原因是有多少人坐在那诚心地开始观想自己所想追求的，自己的希望，自己所想要看到的幸福画面，就那样静静地坐着，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能量磁场出来的结果也会不一样。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到一分钟心中就会很乱，他似乎没有办法感觉到今天坐在那里，他能够如书中所教的和自己心中的理想而产生共鸣。为什么会找不到共鸣点？或只是有些人静坐在椅子上开着车走的路也跟着逆境这本书所教的去做许许多多的练习。好，我们先到这，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下去好不好？这种方式大家会不会有压力啊？确定不会？会有压力的，你要偷偷跟我打个 pass， 眼神过来，我就把那个麦克风跳过去，好不好？因为不要因为来参加读书会有压力啦。那为什么会要希望每个人念一小段？我觉得秀静姐的建议非常好，因为事实上你在念书字里行间当中，你会有能量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师的每一首歌、每一本书都是有加密码的，对不对？对。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就是说。这一期就说刚刚好像那个谁秀静姐她分享说，老师在彰化有特别提醒大家，一大早起来如果唱着因为有太阳唱三次去体会一下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各位我先做个见证哦，我前两天呢刚好晚上的时候刚好忘了珍惜这一首歌，那我不是礼拜天的读书会，我就跟大家共勉，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下一次的读书会来的话，我们可以不用看歌词，我们唱得出来。那我既然都提出来，是我自己要先做到。后来我就我那个 iPad 上面不是我就放着，然后我把它放在那个高高的地方，那我就站着，然后 iPad 就放在上面，然后 iPad 上面有歌词，我俨然自己就是个歌星一样。那音乐不是跟着唱，我是跟着那个佳杰的声音这样唱。那你知道吗？哎，我就唱啊唱啊唱，因为有字幕嘛，唱啊唱啊唱。我忽然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厉害？我的歌声怎么这么好听？我怎么没有去卡拉 OK 好好表现一下、秀一下？后来我发觉唱啊唱，第一个，我们每次都就好像你们每一次，因为既然有来参加，都知道我差不多每一次呢，我们的读书会，我都会用一个章节。那各位，你一定要从头看到尾，你看完以后，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你的心情会完全不一样，你会拿到100分。如果你是跟着我们读书会一个字一个，因为第一个你会有恐惧，哎呦，等一下我来算一段，等一下哪一段是我？那你就在忐忑不安的情况下，你只是把每一个字念过去，你根本不晓得它里面的大意是什么，这样就失去我们读书会的意义。所以你知道吗？我把珍惜这样唱，然后在看的过程里面，我每一个这句，难怪我一开始有很多人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听到那一句话我就掉眼泪，我听到哪一句话我就掉眼泪，我实在很难想象。我想说我跟着唱哪一句话，歌词我还哼过去了，什么精彩意啊，精彩什么都那个字都还出不来了，有时候还听不懂哎，真的。你真的一定无论如何你回去，因为老师所有的歌我的感觉珍惜最好唱，他的 key 最低最容易唱，然后歌词最少，然后一直重复。你知道你在放在，尤其是有朋友在车上，我就坐朋友的车，我就故意把它放着给他听，
我就跟他讲说，有没有比现在排行第一名的排行榜的那个流行歌曲更厉害？我说我们如果整个在卡拉 OK 把它唱下去，我那天就在想，我们要不要想尽办法把它输入卡拉 OK 里面，整个让它广传，真的会变成排行榜哎，大胸腔就会变成排行榜。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哎，两三天不在就在博客来变成第一名了，你知道我们的威力有没有很强？所以各位，既然是老师都加了密码，每一个字老师都希望我们能啃进去，不是抽码这本书的每一个字我们啃进去，歌词呢也要每一个字啃进去，对大家的帮助会很大，才能达到真正的入心入理，好不好？哎，那 这一段呢，就说为什么老师有提到说，哎，秘密中的秘密，那秘密中的秘密，为什么大家这个吸引力的定义，大家也如实做做看了，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有结果？为什么？这边还没有谜底，还没有揭晓，对不对？那有没有一些哦，偷偷看答案的人？偷偷看答案的人，现在也可以提前出来讨论一下，没有关系。知道答案的人举手。哎呦，彩玲不错，好，彩玲先讲一下，我们麦克风先趴给他，来麦克风趴一下，哎呀。我们今天麦克风好几支哦，绝对够用，好好 ，OK， 好，谢谢。我的感受是，没有确定那个目标，然后没有坚持的做下去，因为他在那边观想的时候是心乱的，是不是那个 focus 到那么正确的目标上，而且没有办法坚持，所以那个结果不会出来。谢谢。也很棒哦，对不对？其实你有没有感觉，我们闭上眼睛，我们在深呼吸，我们想要去做心法的时候，常常很多的朋友跟我反映，就说：“哎呀，我都不专注呢，哎，我都想东想西呢，啊，那两只蚂蚁在吵架，我也想起来呢，是不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杂物的事情就跑出来？那我们为什么静不下来？能量不够。所以我曾经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请教过老师，老师就说：如果你在要做心法的时候真的做不下去，就先不要做吧。”你就练习深呼吸，先把深呼吸做到位，你那个时候心静下的时候，自然而然那个心法就做得进去啊、哦。那刚我们彩玲也分享得很好，其实我们要心想事成，哪是嘴巴两片嘴皮子随便讲讲就可以心想事成？那大家都不是成为大富翁了？为什么不是大富翁？因为每个人的富有的定义都是我要有钱啊，每个人。都跟老师讲说，老师，我觉得心情变好了，我其他情况都好了，可是怎么还没有钱呢？我的目的就是要多赚一点钱啊，木桶里面多一点钱进来。富有的定义没有那么狭隘，其实如果你的心情、你的境没有转的话，事实上钱财有形的东西怎么进得来？无形东西当然有了啊，有形的东西绝对可以不求自得，好不好哈？然后我们接下去呢，我们再继续念。那下一棒是谁呢？谁呢？哦，太棒了，我们的一言姐，来，好，开始了，哈、哦，谢谢，谢谢。但愿越不踏实，越没有办法达到想要达到的感觉，心中就越觉得空虚，越空虚就越觉得不舒服，久而久之就会觉得与这个无缘，而否定了书中所讲的真正道理。又有些人对于书中所讲的，不论是道理、练习，他都能说得好像自己非常的专业，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状况，看他心中所希望的理想画面背道而驰，渐行渐远，让他不觉得不对秘密这本书所教的方法感到疑惑。以上提到的这几种状况情况，在练习《秘密》这本书时，一般人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感觉。好，下一棒哦，妹妹，不要有压力哦。简单的说，问题其实就出在麦克风吗？来，再大一点吗？简单的说，问题其实就出在能量场上，你没有办法摆平那些负能量。想要静静地专注在那里，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似乎是有点难度。我们肉眼虽然没办法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在实际的宇宙生态中，若能量存在在那里，就会存在在那里。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坐在那里，越坐越不安，越坐越想摆脱，但却又摆脱不了。而负能量是怎么来的呢？负能量在于你的日常生活中每天的点点滴滴，
无论是吃的、所想的、所玩的及所做的各方面，只要和宇宙自然的通理背道而驰的，当被我们身体所触碰之后，都会有负能量产生在我们的记忆，并且随着心情变化长相左右，好多逃不掉。好，就这样。对，如果麦克风在你手上，你先把它关一下，不然好两三次会互相干扰，好不好？我们现在谜底有没有揭晓啦？答案出来了。为什么在秘密的过程里面，你一直想，你观想不进去，是因为负能量在干扰？可是《秘密》这本书有没有告诉你什么是负能量？它只是告诉你你好好观想啊，因为吸引力法则啊。可是老师点出，为什么很多人做《秘密》这本书在观想的过程里面，他没有办法静下心来，他会中途而废，然后他最后的结果没有他想象的好的结果，是因为负能量在干扰。那老师认为这一段特别重要，各位这一段特别特别的重要。什么是负能量？什么是负能量？负能量是不是老师有特别谈到说，无论是所吃的、想的、玩的、做的，只要跟自然宇宙的道理背道而驰，这就是负能量。这就负能量呢，会日积月累的入你的心，入你的理，然后让你造成你很大的干扰。所以你不管要做观想啊，要做什么静坐啊，要做心法啊，本来就不容易进得去。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心法呢？第一个心法是忏悔跟发愿。那忏悔发愿主要是不是要弃除我们的负能量，跟负能量和解？所以这是最重要的秘密中的秘密，就在这个点上，如何摆脱我们的负能量。那我们在上一第五章，第五章是什么吗？还记得吗？好棒，是好是坏，我们都认为是好的东西。譬如说，哇，姜蕙的歌唱起来好好听，我们就跟他一直哼啊，一直唱啊，唱到后来泪流满面，唱到后来哇，好，那个心情哦，就是好像很有人知道他的心那种感觉。果真那个悲剧就在入你的心，入你的里。这种有没有？这是不是你在卡拉 OK 很爱唱的姜蕙的歌，很爱唱一些苦哈哈的歌，很好像唱一些无厘头的歌，你认为很嗨的无厘头的歌？管他妈妈嫁给谁的歌，有没有这些不符合大自然原理的话，就是一种负能量。还有大家有没有很喜欢吃炸鸡排啊？有没有很喜欢吃烤鸡啊、炸鸡之类的？那老师都说炸的东西是不是一种不好的东西，是会致癌？这些东西也是负能量。老师有没有说所想的，你脑袋里面所想的，你所吃的，还有有没有人到夜店里面啊很嗨啊，摇头玩意摇下去嗨到不得了啊，有没有很开心啊？所以呢，我听说某一些那个医护人员听说啦，然后呢他们白天是白衣天使，晚上的话哇一变装的话就是辣妹的什么那个夜店的辣妹王，然后就不得了。各位，这样他会很好吗？他白天已经是在负能量的环境里面了，晚上又在一个负能量的环境里面，到后来会不会很不好？所以这些所想啊、所玩啊、所做的事情，这些都是负能量。那只要是不合天理的、不合大自然的定律跟原理的话，这些都负能量。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还有哪些负能量？打牌是不是负能量？打牌是负能量哈，我故意要讲给某个人听。打麻将是不是负能量？是。偶尔过年偶尔打打不算了，对不对？也是。聚集一下那个，就是过年嘛，除夕夜那一天哦，大家一两个小时家里的人，大家热闹一下还好。可是如果你把打牌当作我每个礼拜一定要几次哦。像是我有一个朋友，跟他为什么跟他老婆一直有一点问题，他就说我平常已经很累了，所以我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六那一晚上一定要去打牌，一定无论如何礼拜六那一天晚上那一天就是他打牌的时间。他老婆有没有很生气？家里有两个小孩，那他老婆是护士也很忙啊，他认为说啊你礼拜六你去打牌，那我应该去哪边？去夜店吗？是不是就会吵起来？所以打牌我们不要把它想做赌博了，打牌也不是那么好的能量哦。而且你想想看，会打牌的人有没有人是会沉迷？沉迷又是一种负能量哦。
跟你对任何的事情不是正的，比如说沉迷于超马好不好啊？好。沉迷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对。你沉迷花书好不好啊？好。沉迷参加读书会好不好啊？好。这是好的。可是沉迷赌博啊，沉迷夜店啊，沉迷吃某些不好的东西，有很多人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每天如果没有吃个炸鸡排，我没有办法。我曾经有认识一个女孩，在国外认识一个三十岁左右一个，应该是那个补习班的老师，她跟她老公他们在度蜜月。那有一次我刚好出国，刚好同团，然后她很开心，我觉得她这个小姐是。就是很乐观很积极，我就他很聪明，因为他在教数学，很聪明，他逻辑性好强哦。然后跟他沿途就是跟他们夫妻成为还不错的朋友。可是没有想到没有几个月，我听说他得了癌症，我吓着了。后来呢，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会得癌症，那不禁有一次又跟碰到他老公才知道，补习班的老师有没有压力？有。因为他每一天晚上在补习间听说将近10点才下课。那补习班那边的小吃是不是很多？是台北车站附近的补习班哦，是台北车站这边，是南洋街的补习班。他说啊，他每一次哦，下了班以后，下了课以后，一定要买一整袋的，那个什么盐酥鸡，一整袋的盐酥鸡。然后回到家呢，就一定哦，他说每天都一那一袋盐酥鸡一定吃完，然后边吃啊边喝一些凉的可乐，有的没有的，然后边看电视。他说那个时段是他整天最开心快乐的时段，可他才30岁左右，他就得了癌症。所以各位，目前每个捷运站旁边都是不是有一个炸鸡很有名的？我们不要讲出来，讲出来好像在批评人家。哎呀，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香香鸡？有没有很香啊？很香。很香还是很臭？怎么大家都不讲话，香米也不捡了？对，所以各位，还有很多的家庭里面是不是很喜欢油炸？对。可是那个油炸的东西，妈妈并不一定爱吃，因为儿子想要吃。是是。可是你有本事，你就伤本一点。你的那一道油，而且油还是要好的油，那一道油炸下去，拿起来用那一道油就要丢了。你不管那一道油多清澈，不可以再炸第二次。如果再炸第二次，就回锅油了，又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油炸要不要少吃，冰冷要不要少吃，因为这些都是负能量哦。那有人就说我下次不来听了，我最爱吃的东西都被你限制了，然后我被框住了，当我每次要吃那个炸鸡的话，我就有一点心里不安，然后导师会不会在虚空中在监督我，宇宙会不会在那边监督我。我觉得尽量慢慢改好不好，不要让各位有很大的压力。各位，除了我们刚刚在这讨论的负能量，还有哪些呢？还有哪些？生气、抱怨哦，抱怨本来就是超级负能量哦，抱怨是超级的负能量哦。如果负能量值表示10分是满分的话，你的抱怨是9分哦。那什么是10分？冷漠、冷战，有没有？我们秀气一点啊，他又要到他的心房体是做3杯水的事。因为他那一天把3杯水拿来以后，因为他那天急得出去，可能去发出来去忙别的事情，我把这3杯水放在那个柜台，放在那个桌子那边。那我们的职工、我们的志工、我们的甄姐呢，好意以为这瓶子，哎，怎么有人这个水呢？怎么放在这边呢？就把它倒掉了，整个倒掉了。然后你看秀萍姐的转念有多好，哦，她赖给我打好几通电话给我，真的很抱歉，我都没有接到。那连职工也都。打电话给我，在想说哇，这什么事？怎么这么多人一下子打电话给我都没接到？后来才知道说，因为他一直在寻寻觅觅他那个水，那2瓶水。那最后的结果才知道说，哦，被倒掉了，因为不晓得嘛。那然后他立即转念，我今天来就一直跟他道歉说，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我就把那2瓶水放那个地方，啊，不小心人家在清理嘛，就被清理掉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宇宙都是希望我到搬到新的家，重新再做试验，有没有很棒？有。因为他试验的结果，有很多第一次来的朋友，你可能还不晓得，我再讲一下。他说3杯水呢，他第一杯水他都给他一直鼓励，第二杯水一直骂他，第三杯水根本不理他。然后过了几天以后，第一杯水依然清澈，第二杯水已经变浊了，第三杯水已经臭掉了。
然后他就说抽掉那一杯水呢，为什么后来不了了之？因为他没有盖盖子，蒸发掉了。然后他说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要做试验。他说他因为每天在放感恩四季祭，他说没有想到那一杯浊的水，慢慢几天以后，自然而然就被清澈了。所以他那一天拿了两瓶水来这边做见证，他意思就要传递感恩很重要，能量场非常重要。各位今天回去大家要不要试试啊？如果没有瓶子的话，我下次带瓶子来给各位我们回家要不要试试看？因为我而且我们每次都听人家讲，然后我们来听故事。各位你一定要下次来每个人都要讲故事好不好，去分享一下你的见证好不好哈。所以抱怨跟冷漠千万不可以有哦，因为抱怨是超级负能量，那冷漠是超级超级超级负能量哦。那这些负能量我们都摆脱不了了，不要让它再增加好不好哈。好，接下来下一位呢，谢谢谢谢。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负能量就是代表有什么东西是不太好的，这些东西像是一个负的形式存在我们的时空中，影响着我们。既然是不好的能量场却存在那里了，那么世间上的事情就是这么直接被影响，造成负的能量场之因一定是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决定生活习惯有错误，许许多多只要是和我们自身有关系的都有可能因为某种错误而产生了这些能量场，并紧抓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迈入新世界、新领域、新成就。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当你积极地在做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你就会认为既然努力了没有结果，那么就不如在旁边看一看那边容易哪边做，结果是耗尽心力地在当时认为容易的旁门左道中去钻研和努力。好，我们下一位。好，谢谢。当这样投机取巧发生时，就容易误入歧途。毕竟一条不归路走到一半还是不通，这条路不会因为你努力的多少而让你失去。这时出现怨天咒地的人比比皆是，因为前也不行后也不行，究竟要怎么办呢？大家都希望能够跳脱出现今的领域，以达到另一个水平。当你往别的方向去求突破，最后还是觉得走得不对，那么不得志的感觉就会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进而影响到我们整个地球共同生命体的运行。好，我们下一位，谢谢。这些负能量、负频率，往往是增长的那么快。当这些负数越多，越是抓着大家往不好的地方同归于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正确努力的范围内，不但自己是个发光体，而且在真心领会宇宙奥秘之后，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做任何事情都要先了解里面的游戏规则，顺着这些规则，你才会容易往前精进。如果只是随波逐流的去追求当时所流行的东西，最后连自己也不知道花这些时间精力
究竟是为了什么产生这些困惑，很多人最后没有办法解决，就会误入歧途，或者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好，我下一位啊，谢谢。下一位。既然我们知道这些负能量对我们来说是一大杀手，那么我们就对症下药，将这些问题真正解决掉，在面对这些问题的同时，用自己最大的诚意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等一下，这一段的这一句话很重要，用自己最大的诚意来解决问题。老师一直在谈到说，忏悔要用自己最大的诚意，你今天要跟负能量和解，你今天要跟人家谈判，你要跟人家道歉，要不要有诚意？很多人就说对不起啦，对不起啦，跟真的很对不起，你要重新从内心发出来的，要很有诚意。如果你的真心诚意不够的话，是没有作用的，你念过百次都没有作用。他真的就是要那一颗心，好不好？这个最大的诚意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接下来，谢谢。对呀，好。我遇到有些人，他想要了解问题，但是没有诚意，哪怕面对着你高谈阔论地说着他们的问题，等到我想要帮他解决问题，要他一起配合的时候，他反而退缩了，没有办法跟着一起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听起来十分的可笑和荒唐，但是事实上我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都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不确定在这时刻里他所应该立即做的决定，对自己来说究竟是不是那么重要。没有办法立刻做决定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负能量场一直在做隐形的牵引，让他的头脑没有办法马上很清楚也做出判断，进而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好，来邱静姐，谢谢。如果有可能的机会，大家千万别客气，要逼着自己先做好，让这种负能量场能够软化下来。无论如何，先做一个最深度的忏悔。无论你相信哪一种宗教，或者你没有任何信仰，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对于这些负能量场，你只有真诚地忏悔过去所做的种种不对，或者以最谦卑的心做最大的抉择，告诉自己这份忏悔自己是做定了，而且在内心深处不断地深入挖掘要忏悔的主题。当你弄清楚了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一旦笃定地告诉自己愿意认错时，有时候你不需要花多大的力气，负能量就能够软化，已经没有那么强的作用力在你身上了。好，这边这一段也非常的重要。各位大家不要客气，要逼是表示一般人都不太愿意。曾经有人就跟我讲说，我有忏悔了，我有发愿了，怎么都没有改变。第一个，没有抓到忏悔主题。有的人是虚应故事，因为一般的人刚接触的人都会认为就是说，我又没有错。譬如说跟老公吵架，或是跟同事之间的争执，其实当你会跟别人争执，你的立场一定认为你是对的。每个人是认为我是对的，我才会开骂，因为都是这样，没有说你自己是错的。我们台湾人还没有人会像这么无厘头嘛，就说你一定会认为你自己是对的，你的角度是对的，你才会去跟人家争执。
所以呢，你永远不会认为你是错的。所以各位，如果我们透过超码，我们懂得什么反求诸己。其实一个事情绝对没有对或错，绝对的是因为表那个角度看法不一样而已，对不对？那所以你要逼自己呢，逼自己让负能量能软化下来，因为负能量是没有时空点、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可能是几次以前，好像就在你旁边，对他来讲就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哈。所以你要用最大的什么？最谦卑的心，最谦卑的心，还有刚刚讲最大的诚意，不断的深度挖掘忏悔的主题。其实如果你懂得这样做的话，你任何的问题很快都可以有很大的突破跟迎刃而解，好不好？这是我们这一段很重要的哈。那没关系，我如果看到我自己感觉还蛮重要，我会先提出来。那等一下结束以后，各位如果你有话要讲，或是有地方要分享，都可以哦，好不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念下去哈，谢谢，谢谢。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真心的想通这个道理，却想要蒙混过去，那就只好说抱歉了，因为宇宙间存在着某些定律，可以让你的负能量清楚地看到你心里所想的变化。你的表态和言语，哪怕是简单的几个字，你都没有办法蒙骗各界。有太多的方法可以去多重认证，察觉出究竟你的忏悔是出于真心还是随波逐流。只要逻辑观、思想判断等各方面能力都清清楚楚的人，知道当时必须做什么事情，己所努力的方向，并确认究竟在解决问题的这块地图里自己处在哪一个位置。若一路下来都能清楚的人，问题往往到最后都可以迎刃而解，就怕是内心没有主题，只是在问题上绕来绕去，浪费了许多时间、气力、金钱，并损失了许多人生当中本来可以拥有的东西，那就相当可惜了。这一段大家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很有感觉？所以到目前为止，如果譬如说你在做，已经有开始在做心法的人，你自己有一些突破跟一些心得都可以提出来，好不好？比如说你在忏悔的时候是不是很能到位啊，或者你在忏悔的时候你抓不到主题啊，那后来怎么又抓到主题了？这种有不懂到懂，有不到位再到位，都可以让给大家很大的帮助，好不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人可以分享？如果有，好，找不到主题，老师好像教我们去看那个《弟子规》嘛，对对对，哦，哎，还有就是刚那个淑丽有分享的，就是说先做做深呼吸，哎，而且我觉得那个真心真的，你想要做改变，那个忏悔，反正那个到底有多真心，其实自己最知道。除了自己知道以外，天地都知道。你的起心动念，你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天地都知道。所以我们常常我们最容易是让很多人的抱怨跟不舒服都来自于四个字，很喜欢比较，也很爱计较，对不对？那你一比较出来，心里就会不平嘛，不平则鸣，就会不舒服嘛。那计较的当中的话，尤其是你要说斤斤计较，计较到后来只剩下两斤而已，实在也划不来，对不对？那所以呢，就说我们如果在忏悔的过程里面，或是在做任何的事情，真的我们不要太计较，因为你永远计较不过天地，天地会帮你算计得很好，他的是超级钻石算盘、金算盘，他会算计得很好，所以你不用，你只尽管去做，然后他会帮你计算着，好不好？所以忏悔的主题一定要抓出来，因为你自己最清楚，你的诚意到哪里，你很清楚，天地也非常的清楚。
你诚意出来的话，你自己都感应得到，你自然而然你感应会非常非常的强，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念吧。我曾经遇过一位女性的求教者，她想问问她的婚姻为什么这么难成，不管是谁帮她介绍或是靠着自己努力认识和经营的，到谈及婚嫁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如愿。而且她也买了吸引力定律秘密这本书，照着书中反复地练习，无论怎么念心中就是不踏实，但是她还是很努力地练习，终究没有办法看到什么正面性的结果。当我了解了她的婚姻路上每一个可能的有缘人和她都是擦身而过时，不难感觉出她身上的负能量场影响了她的幸运前途、幸福前途。这位小姐本来没有对我说她真正的所有过去，所以按照她所讲的这一套问题的逻辑是没有办法把问题的核心点找出来的。如果任何的问题没有办法将病因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么你问十个人、一百个人，哪怕是在营业的人，也只能以他所看到的片面来做总结。但是毕竟这还是像隔靴搔痒一样，始终摸不到痒处。好，师傅，谢谢。所以在我调动了宇宙信息，了解了其中的症结点之后，我问他在第一次初恋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自己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感到无限的好奇，所以没有办法和第一任男朋友真心谈恋爱，而且因为自己的不善于经营，让双方产生了很多的误会，最后又因为在现实的问题中被这个男友用赌咒的方式弄得两个人不欢而散。他非常惊讶的我将这一段提出来，他只是告诉我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他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影响到他后来的婚姻。好，感谢，谢谢。其实这个世上负能量场的起因存不存在，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如果你自己就可以做决定，那些不好的东西老早就可抛到九霄云外了。而世界上很多东西你再怎么努力的去抹业和消除，都是无法让你随心所愿的，反而是这个负能量场时时在影响着你，或者是让你每天眼睛一睁开就有自觉地感到这世界上有什么不对。这些都是因为能量场影响人深与浅的关系。但是事实是什么？是它毕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真正到位的影响着你。下一位，谢谢。像这位小姐，她都不愿意承认她记得起这些事情，但是这个负能量场还是处在那里，还是影响着她未来婚姻的前途。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过去种种所产生的各种负能量，无论当事人知晓与否，或者是产生这些诅咒不好信息的人还记得与否，这些负能量在我们的时空中是不受时间和地点所限制的，就好像是全自动地被这项能量跟随着，怎么也挥不去地影响着你。所以当我向这位小姐做了一番解说之后，她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做了在那件事情之后的第一次最深切的忏悔，而且我教她怎么和过去的负能量做点对点的讯息交换。
不一会儿功夫，他露出很甜的微笑，如释重负地对我说，他心中的感觉从来没有那么平静过。于是我还特别问他说，原先你不认为有任何干扰，但是现在又觉得自己心里有一种特别平静的感觉，这样的矛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好久一段时间，在他的心里面，三不五时就会感到一种不祥的感觉。他问自己，究竟这种感觉是什么？他也说不上来，总觉得内心不踏实，没有办法感到安稳。就在刚刚简单的一个诚心交流过程中，他与过去的负能量做了某种的信息交换，立刻摆脱了这份令他烦扰许久的负能量、负面能量和感觉。他说，过去与每一个心中愿意共同结成连理的人，在谈及婚嫁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在这个节骨眼上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乱发脾气，令对方看到他可怕的一面，而终止了后续的许多计划，后来就慢慢地淡去，最后不了了之了。他一直对这件事情感到奇怪，觉得这就像是一个模式般一直不停地上演着，令他相当困扰。于是我对这位小姐说，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可以时常运用刚刚在和能量交换场交换讯息的感觉及模式，在一段时间里面密集的练习，以及诚心地向过去种种的不适做深切的忏悔，在宇宙磁场中，许多有缘体会助你一臂之力，早日把这些过去对你造成伤害的负能量降到最低，并且慢慢地抚平这些能量场，那么相对来讲，自己的未来就会看到曙光，什么事情都会更加的顺利。如果到那个时候再用上《秘密》这本书里面教我们的吸引力定律，善用其中，而且配合我们前面所讲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把钥匙密码——爱与感恩，并用在自己的生活上，久而久之，是练习也好，没有时间但逼迫自己做也好，只要真心假以时日，必定会看到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及每一天的生活中，处境会开始有巨大的变化。好，我们先到这边。各位，我们今天所有秘密中的秘密是不是全部都很圆满的揭晓了？吸引力法则定律是存在的，是不是？老师跟大家讲说，这个吸引力法则是存在的，那为什么在普罗大众这么多的人身上没有产到具体的效果？是因为有负能量的干扰。那老师有没有教我们如何找出你的负能量来源？是，你自己要很认清的去找出，千万不要再说你要解决问题又不晓得我到底要怎么忏悔，我要跟谁忏悔，我要如何忏悔。如果你有这种心境出来，表示你的我还很大，因为你不臣服，你不认为你没有做错事情。其实有很多的境，不好的境产生，就是在做一个很大的警讯，你应该忏悔的，你应该好好去发愿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什么告诉我们，为什么秘密没有效果，是因为负能量在干扰。那老师在到目前为止，他把负能量的来源也很具体的讲出来，你自己要很清楚我们刚刚讨论的结果，哪些负能量是你在身上一直围绕着你的，你要摆平它，然后摆平它就要跟它忏悔，忏悔完的话，是不是要懂得去做传递，去做见证，去做发书啊，或是去做发愿之类的事情。然后他后面这边有特别谈到爱跟感恩，当我们忏悔完了以后，我们随时随地对任何人事物随时随地要保持着爱跟感恩的心境，没有人应该给我们这一餐饭，也不一定是你花的那100块200块得来的，我们要懂得去感恩什么源头，这些东西所有的一切人事物是不是源头，源头在哪里呀？宇宙嘛。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逻辑很清楚的话，秘密中的秘密就会很圆满的解散，那大家未来的心想事成就一定可以达到，好不好？好，接下来再继续下去。我希望在这里看到这个环节的所有朋友都能够彻底的了解，在我们每一天心中所想的各项愿望没有达成的同时，除了自己的努力不够，
以外，还有其他隐形的因素，但我们都懂得其中的蹊跷，用对了进去做某种修补。那么在人生的密码里，用对了密码，并且补强，补对了，很多事情就不会像原来的那么沮丧、失望，反而会让自己看到一线生机，已经在那里蠢蠢欲动了。接下来，吸引力定律是一个可贵的定律，只要我们有恒心，而且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并且用前面教给大家的方法去克服。其他以前所造成的不足，用一个层次，一个真心，循序渐进的努力不懈，这份力量不但可以感动自然宇宙间的能量场，并且可以将自己在过去许多的岁月里累积的像冰那么硬的隔阂及负能量慢慢溶解，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不再苦了我们自己。好，我们下一位。所以《秘密》这本书其中的秘密，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解铃终须系铃人。过去我们所犯下的知道或不知道的错误，其中所产生的这些隐形能量，他们是绝对不会客气，不会退缩在一旁，不影响到我们。若要化解他们，就只有用刚刚讲述的方法，真诚地与自己的内心对话，做出最郑重、最大诚意度的忏悔，并且表明未来不会再犯。只要我们有勇气能做到这一点，而且是真心的，我一直在强调要真心，而不是流于形式的。真心的不碰触到能量场这些负能量里面的精髓、核心处的时候，很多肉眼看到不能解决的问题，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令我们不再苦恼。这么好的事情，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我在这里要教。好，没关系，到目前为止。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大家一起，因为这一段是忏悔心法，这一段是忏悔心法，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好，一起念，因为这一段是很棒的忏悔心法。好，开始了哈。我在这里要教有缘的朋友如何与我们的负能量场做信息的交换，希望你们在接受了这一套简单的方法之后，都能够真正的使用，并且把火候练到一心不二的真心吐露，真实忏悔。方法很简单，我们面向光源处，白天面对天空，晚上面对九根的方向，或者是月光特别好的时候，可以面向月光，深呼吸3到7次，一
很多的朋友都不晓得我怎么负能量可以变正能量，最大的法宝是真心诚意很谦卑的去跟负能量忏悔。老师在后半段是不是就要往忏悔的方法了？有没有写得很详细？当你得到任何一个好处的话，要把这个无私的爱不断的去做传递，也就我目前我们所谓的不断的去发愿。有没有人？有很多人不断的去发书啦，有很多人不断的去跟朋友沟通啊，有很多人呢不断的是什么？不断的去注意书，这些都是，好不好？那接下来有还有没有人有话要说？来，哦。喂，谢谢水姐。那大家好，我是何修，就是今天读了吸引力定律之后，想要分享两件事。就第一个是我妈前一阵子，然后她跟她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她就聊到说，就是他们在看一则新闻，就说现在的诈骗很多，然后她的那个朋友就跟她讲说。他有个预感，就是他朋友年纪也很大，也差不多60几，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人很容易被骗，然后他觉得他也有可能是成为下一个被骗的人，然后他就这样跟我妈讲，那我妈就想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妈还试图就引导他说，你应该想象，就是你应该是会朝好的方向想，然后就他那个人就回答我妈说，其实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的，就我就是这样子的想法，而且我觉得我就是可能再过几年我就要被骗，然后我就想说，这就是我觉得说人真的都就是像淑仪姐讲，就是心想事成，但是你到底是想好还是想坏？而且你竟然为什么人竟然想坏可以这么的坚定，然后还不为所动，我就觉得很厉害。然后第二个案例是接触超马后大概一年多，就是我就是透有就是命就是这个章节，然后我很深的体悟到，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个，应该说现在也是，就是非常讨厌就是蚊虫的一个人，然后因为就是我只要半夜只要被蚊虫吵，就我很容易就是会影响到我的睡眠，然后就是之前就是在自己在淡水在宿舍住的时候，就是常常不时就是会想到说，好像家里会有蚊子，然后是真的很厉害，真的就是有一次我就突然想到说，就是我要去就是洗澡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门那个窗户是不是没关好？结果一出去看，哇，真的心想事成，窗户真的没关好，然后那一天晚上就有7只蚊子，然后。那一次事情之后，我就痛定思痛，我就不断的告诉我自己说，绝对不会有蚊子，绝对不会有蚊子。结果后来的一年内，大概只有1到2只，就不在这跟这之前，大概每个礼拜都会被蚊子吵，我就觉得真的，你的人的想法真的影响很大。对，以上是我的分享。没错，你们感觉我们想坏了都会成，想好了不断的会成。他刚刚讲了一句话很好，我们为什么这么坚定想坏的啊？很坚定，想坏了，恐惧害怕都好坚定。我一定会怎样？我将来一定会怎样？我工作一定会怎样？他果真就怎样。那么你就认为越来越恐惧，因为实现了嘛。所以为什么心想事成，想好想坏都成？以后大家想好想坏，想好。那不要忘记了，礼拜三是老师的共修。哦，礼拜三是老师的共修，不要忘记了哈。对，明天。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最后 Andy 是不是都要珍惜？啊，有人又要讲话。啊，要有人有话说。在我们礼拜四，有一个分享会嘛哈。那很特别的是，我们现场有位分享的朋友，那因为他的工作是有业绩压力的。然后一直以来，他们就是大家都没有业绩，一直被经理招着开会这样。他那天分享完之后，第二天他就接了一张大单，好，有人主动找他要投保的大单，因为他在邮局上班。那另外一对年轻人很特别，那一天是因为有人发出结缘，然后跟他结缘那个人没办法到场，可是年轻人说没关系，他自己来。那个年轻人本身自己是工程师。然后他工程师需要有一些业务上的接触，
之前都一直很不顺，非常的不顺。那天呢、哦，他来参加完之后，第二天这两个人都就是前前后后赖给我，说他们好开心。那天他一整天呢、哦，他整个不但是工作顺利，连在接触客户都非常的顺。那个年轻人就说：“哎，我不知道怎么是来是这样。”所以他哈、哦、就积极的要我们以后的每个读书会啊、老师的课程，他只要时间可以都会来参加。对。所以能量一提升，什么事情都好事连连，对不对？对。两位老师的主题是福音喜乐千把装，千把装。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唱这首《珍惜》。各位呢，你们一定要，如果你没有背下来的话，一定要好好看字眼。然后呢，现在老师唱到哪里，我们就你声音把它放大就好了，我们就跟着一起唱，不用从头，我们就跟着一起 run 一次哈。哎。珍惜这梦。